金融揭秘。開始咧，而家係考慮緊，只係一個問題，係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係咁噶啦 ，OK， 唔係咩啊？市場大家都見到已經嗰個活動咧，上上落落咧係完全不一樣噶啦。OK， 咁誒，大家都知道有四個字叫做市場情緒 （market sentiment）。market sentiment 係靠所有嘅市場嘅參與人士一齊製造出嚟嘅，每一日每一分鐘都係。所以咧，好多短炒嘅時候咧，好多突發嘅消息，無論大中小嘅消息，都會市場係有不同程度嘅上上落落。咁喺平常時間，幾乎所有嘅參與人士都喺度嚇，中央銀行啦、大型、小型、中型基金啦、散户啦，冚唪唥所有嘅人都喺度嘅時候，嗰、那個反應係大家都已經睇咗成11个月啦。OK， 一年咁誒，好多由開始入搏擊會嘅，相信都已經係睇得非常之習慣啦。咁但係始終喺暑期症候群，大家亦都見過暑期嗰陣時嗰、那個活動係已經不一樣，咁而家咧聖誕仲更加厲害嘅。我一路同你哋講，我唔係講笑嘅，你哋唔好成日以為我講笑。我哋呢一行咧，我做咗幾廿年啦嚇、啊，我成日都講由小鮮肉做到老皮老肉，有咩未見過啫？係咪先啊？所以聖誕節嗰個市場嘅活動，同埋嗰個成交量更加令嗰個薄弱，令到咧嗰個市場嘅活動就更加係同平時唔同嘅。少少一啲消息出嚟都會係誇張咁喐嘅。咁尤其是今年兩單嘢到而家都懸而未決，一個就係英國脱歐，一個就係美國呢一個relief package 嚇、啊，因為今年先至開始有呢個病毒啊嘛，今年先至呢個病毒搞到全世界所有國家嘅人咧嘅生活習慣又改，連出去日出而作日日。
月开始咧，而家系考虑紧，只系一个问题，系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系咁噶啦 ，OK， 唔系咩啊？